今天在乌克兰前线，是新中国联邦建国以来第一次，世界上第一个在任的比利时的总理，就相当于总统。比利时的总理是全权，而且是很多联合国 WTO 的所在地，主动走到乌克兰新中国联邦的帐篷前面，指着 Niko 穿着 Take dow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就消灭中国党的人，过来给我照相，接受采访，主动过去，带着保镖，带着整个自己的部队，护卫部队。它意味着什么？比利时现任总理的权力多大？ Alexandra 亚历多安，这位先生是一个未来欧洲之星，他是一个最早反对马克思主义人之一，默克尔的萨尔科齐的过去30年欧洲的崇拜马克思，以及提倡的让俄罗斯让中国跟他做贸易，通过贸易改变他们，所谓就把他吃胖了养肥了过好日子了啊，让他们改变，实际上是个骗局，就是独有德国和法国拿着美国的军费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共产党和俄罗斯做生意，享受着免费的汽和油几乎是，然后占领了中国的汽车市场，这才培养出了所谓的习太阳普大帝，这才出了新疆的种族大屠杀集中营，香港的人权大屠杀，俄罗斯一次次的人权啊，这种上天良的这种行为，乌克兰的这种大屠杀，包括克米里亚。比利时阿莱克桑德亚雷多安这位先生家族太太家人全家极端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个有前端的，像波兰一样，只有波兰过去在全世界是冷静的，波兰被欧洲天天 KO， 像小媳妇一样欺负着。为什么七哥在几个月前俄乌没开战以前我就说过，未来的世界波兰乌克兰一定是强大的国家，我相信比利时会和他们站在一起。在过去的几十年被共产党和俄罗斯所有的购买和威胁的啊，这样的流氓政权欺骗了世界，欺骗了欧洲，欺骗了美国的所有一切，才让美国给他拿了钱给他做国防。默克尔和萨尔科齐在2008年阻挡了乌克兰入欧，这是灾难的真正的原因，因为他崇尚马克思主义，他要和共产党和普京要做生意，要做哥们儿。默克尔、萨尔科齐绝对是政治战犯。